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有品，第一。一生俗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啊，这个将军跑得快，性情粗糙，执意参学为众人先，称己慧能。慧能治下衣钵于时尚曰：“此衣表性，可立争焉，能明朝莽中。”慧明至提错不动，乃唤曰：“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直出，坐盘子上。慧明坐里云：“望行者为我说话。”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定一息诸缘，不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摸实，哪个是明相作本来面目？”慧明言下答应。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含，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其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里边。”明曰：“慧明虽在梅州黄梅，实未审自己面目。荆门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之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失黄梅，善自不迟。”明又曰：“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神处去？”慧明曰：“逢人则止，遇猛则居。”明礼辞。这个慧明啊，就跑的最前头，跑上啊，追上这个慧明了。慧明呢，把这个衣钵放在石土上，讲一句话，叫“此衣表性，可力争焉”啊，就不是你的呀，恐怕用外力武力啊，就是怎么夺走的，所以。这个慧明跑过来以后，怎么提也提不起来，提不起来，衣服拿不着，就跟慧明说：“我不是抢衣服来的，我是想要得法的。”那么慧能出来说：“你既然是违法而来啊，可以，你现在就要什么定心助缘，就是你。”让他准备啊，什么也别想了，乖乖一切别再顾虑了，安静下来。然后我跟你说，这样的话叫明良久啊，这个要保持状态啊，一个很久的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下就翻来覆去，跑得热闹死了，还想抢衣钵。他们这个无数的想法，这个时候是纷乱，这个时候跟他说就产生不了回应，所以呢让他安静下来。尤其什么呢意识不是一样，这个时候慧能就告诉他：“不是善，不是恶，正与摸实，哪个是名相就我难以为。”因为我们每个人念头基本上不是落得善就落得恶，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高就是下，不是多就是少，通通都是二元里，通通在这个二元里边转来转去，出不去，出不去。所以我们很
那么如果说摆脱了善，摆脱了恶，摆脱了二元，回归到一元，回归到本来说，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呢，会能联想到文章。虽然他明白呢，啊，还不成熟啊，还来问，啊，你说，啊，上来说的这些意义意外，还有啥意义？还要找个秘密啊？还有啥意义？也会能说，跟你说的就不是秘密。你如果反照啊，如果再找别的，那就错了，就错。啊，这里边慧明就说啊，我虽然在黄梅，但是啊没悟道。现在呢，啊和六祖那里悟道，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啊，慧明说，咱们呀别干这事儿，啊都以五祖为师就好了。啊，让他善自为师。慧明也问，以后干嘛？慧明也来两句，啊，叫逢源则止，逼门则居，看看以后的行止。明回至礼下，谓称重曰：“啊，相不摧伪，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称重咸以为然，慧明后改道名，必须善治啊。他回去跟我说没找着啊，那地方路不通，咱找别处吧，把家人都骗回去了。啊，那么慧明后来改了自己改名叫道啊，跟这个慧字一地方。慧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啊，回去了。好不安分啊，恶人啊，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衣食无穷啊，那个这个暂时摆脱危险了啊。后来那些人听说了，又跑去逮他了啊，没办法，遇到猎人队的一些。多少年了？十五年啊，十五年。时与猎人学以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纺织，每至饭时，以菜祭子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啊，那么在猎人队伍里边呢？啊，有了猎人，有了疑难啊，他随意的说，就这么做。猎人让他守网啊，就守不着了啊，他都给他放了。啊，到吃饭呢，猎人都是动物肉，没办法啊，他也不可能另外开灶啊，只能这样放点菜啊，是这个，就评价一下就是不足了。后边一个。慧能从来没说吃过肉边菜，所以要明白，咱不能说啊有条件也吃肉边菜，对吧？没办法，咱们吃肉边菜，是不是为了活下去，对吧？有可能咱们再吃肉边菜。从这里边啊，我们要知道，学佛假学佛的人。啊，有市场，到处有市场，好混。真学佛，很难，活不了，活不了。啊，讲真法也很难，啊，往往也活不了。啊，没有余地。啊，所以六祖呢，啊，为了把真正的佛法传播下去，啊，到哪儿躲着呢？到猎人队里边躲。这个实在想不起来，学佛的人居然跑到猎人队，
所以我们要明白佛法是什么心，不要看它的表象啊。一旦我们明白了心法啊，万事万物啊都可以随意的意思。虽然躲在猎人队伍里边，但是心中啊光，不会因为躲在猎人队伍里边跟猎人跟一样也去打猎去了，不会的啊。人们呢就是为了对光，为了什么啊？为了把这佛法传播下。所以啊，从佛祖到历代的祖师都是这样，委曲求全啊，不为自己，为什么呢？为了这个佛法真正能传播一下啊，为了这个佛法真正啊能够具备护持的具体。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惊顿。谁出自广州法性寺，执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声曰风动，一声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净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害人，那么这个也是个很有名的这个禅宗的公案。那么他待了躲了15年，慢慢啊逐渐所有人都是躲了15年，找不着周别的去了。慢慢他觉得啊，可能老师不管啊，自己也会那个找个机缘啊跑出来，自己不找机缘呢啊人家不认识啊，没法漏的。所以他到广州法性寺啊，正好由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啊。这个风吹的帆啊，风吹帆，这个产生争论啊。一个僧人说是风动，一个僧人说是帆动啊，到底谁动呢？是永远争争论。但是六祖啊，他的智慧啊，永远是想的智慧运用出来的地方啊，他就表现出特质。特别不同啊！我们看一些禅宗祖师的语录啊，禅宗祖师悟道的诗，你就看不同的，里边有他神秘的东西啊，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意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心流露，是智慧理解，不是思维上的。琢磨半天写了一本书，不是这样的啊，是本心天理。所以我们看了以后呢，就触动了自己的本心，感觉啊，这些东西不得了，很有意思啊，好像莫名的说到了我们心里边的某些地方。啊，所以六祖说，不是轰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你看，从这一条啊，把佛法精髓就说出来。因为什么呢？万事万物，一切都是你心变现出来的。风也是心变现，啊，帆也是心变现出来的。互相作用的一切都是心的表现。从外在的一切都能够直指本心本性，啊，不会说半句话，那是不对的。啊，大家一听，很惊讶。应中言之上席，
贞洁奥义，见惠能严俭理当，不由文字。中原行者并非常人，举人黄梅依法难来，莫是行者否？孙能曰：不敢。中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处事大众。中复问曰：黄梅副主如何指受？慧能曰：只受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尊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无二之法。中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盘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众境，作五逆罪及一禅体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运之以戒，凡夫见二，智得了达其性无二。无二的性即是佛性。应经人说：欢喜佛讲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经。那么应中法师就说：你讲的太好了，呵呵，把他迎向上座。说你讲的这些东西这么好，恐怕是不是受五祖黄明法的那位法师那个人然后请他把衣钵亮亮，这个时候衣钵就有用了。把衣钵亮出来以后做一个证明，然后呢也已经向六祖作礼，然后作礼完呢还要请教自己要请教。那么就问黄梅六祖五祖或者说禅宗他的精髓并能说：只受即无，唯论见性。这个禅宗的特点，直直的就见到本性中间的环节这样那样不提无论禅定解脱你如果没有见性，之前的一切禅宗不管。他就讲最终的那个成就，你成就了你就悟道，没成就对不起该哪哪该到哪该的不说那些。因为什么呢？禅宗不说那些吗？你说不是，他就突出重点，说的是解脱，把学佛修行的最核心的那点突出出来，牢牢的抓住，不离主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大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现象太多了，我们的思想层次太复杂，我们迷失在社会的现象里边，迷失在我们的意识里边，迷失在修行的方法里边，慢慢的你就忘掉这个东西了，那你就忘掉我们修行的唯一目的。因为什么？这个太容易了从古到今学佛人成道的少，为什么？就是忘掉这个根本目标。所以禅宗的祖师不讲其余不讲禅定解脱不讲，抓住
对，唯论见性，这个根本不放。因为什么呢？你不抓住这个根本，只要你啊稍微重视点什么，这个人啊，人呢很快就偏到一边，很快就忘掉学佛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禅宗最优秀的品质，就在这一点。啊，这个应宗法师就问啊，为啥不讲啊禅定解脱呢？啊，跟你们说，唯是二法，不是佛法啊。你修禅定解脱，这是二法，不是佛法。那、啊、让我们说禅定解脱，这不都佛讲出来的吗？不是佛法吗？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正是没有禅定解脱，你才学禅定解脱，这个就是二法，这个不是佛法，这是修行过程而已。啊，你没有解脱，回到你的本来，通通不是佛法。啊，佛法是不二的法。啊，你要能分辨出二，这个就不能。啊，佛法呢，没有二，没有二元的东西，没有割裂的东西。啊，应宗法师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的法？慧能说：啊，他就说，哎，你不是讲《涅槃经》吗？啊，明佛性是佛法不二的法。啊，佛性啊就是不二的法。啊，但是虽然应宗法师在讲《涅槃经》，他不懂得什么叫不二的法。他就用啊这个涅槃经里边一些论啊这里边的例子啊做了一个阐述啊，说犯了四重境，做了忤逆罪啊，这些极重恶人就问是啊是不是断了善根佛性啊。啊，咱们很多同学有事儿也问这事儿啊，说佛经说了啊，这事儿呢不通忏悔，是不通忏悔啊，这个怎么办啊？到底是能不能忏悔，能不能解脱？这个呀，咱们要明白啊，明白。如果不通忏悔，我们永远成不了佛了。但是佛说了。我们都有佛性，都能成佛，只要你修行，一定能够成佛。啊，要明白这个根本道理。那么这里边，慧能祖师也说了不少啊，说了，佛言善根有二啊，有两个层次，一个叫做常，一个叫无常。佛性什么呢？佛性。非常非无常啊，一旦啊你立起一个东西，必然有它的两面，但是佛性没有两面。所以才能知道佛性啊这个善根不会断。如果你有了二元的思维了，认为这个佛性呢啊善根呢啊，是有常有不常，在这个范围内讨论，它呀就有啊有断不断的问题了。从根本角度来说，没有啊，善根怎么可能断了呢？善根是不可能的。啊，这里边也说啊，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是什么呢？非善非不善啊！你把善理解为佛性，不善理解为不是佛性，对不对？因为什么？佛性
和善不善是没有关系。所以说佛性这个名是华尔，同样啊，欲和戒啊，或者用我们理解吧啊，有物质的、精神的，有为的、无为的。从凡夫角度看是两个东西，从佛那里看是一码事儿，没有分别啊。无二的性即是佛性啊！大家从这儿也理解一点。如果说我们天天还活在啊善恶、好坏啊这个分量之内，那你还是人，不是佛。多会儿修行，从善恶这些摆脱出来了。啊，看善和恶就像虚空啊，像幻影。善它还是善，但在您眼里它是幻的，不实的。不善它还是不善，但是呢和你无关啊，就像天上的云，一会儿黑云一会儿白云啊，我们从来没想说黑云不怎么好，白云挺好，为什么呢？跟你没啥关系啊。当我们修行啊，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看万事万物，看自心变化，一切一切，通通就像看你一样，都是幻化啊。看这个善恶啊，你再影响不了你了，随他去，随他善就善。随他恶就恶，这个是啊，脱离了啊二元的，叫无二的性，就是佛性。这个是说啊，有点佛性的意思啊，修行的意思，就逐渐我们进入到高级了。因为什么呢？你只有摆脱了善恶，摆脱了二元，你才能解脱了，你才能快乐。如果我们生活在说二元世界里边，受这个束缚摆脱不了，你都是痛苦啊，都是痛苦。能不能达到呢？能够达到啊，可以达到的，要不然我就不会出来折腾这事儿。能达到啊，我们按佛法修，慢慢的可以摆脱，慢慢可以脱离，能做到啊。过去的祖师按佛修，一步一步啊。印中文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有瓦砾，仁者论义如真经。”啊，好坏立马就分辨出来了啊，自己都知道。于是为慧能剃发，愿去为师。啊，你看啊，他呢把替慧能这才剃发出家了。批完了呢，把慧能当做他的师傅，这就是佛法呀，他的特质。慧能始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是玄师。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音。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之志。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业而退。啊，不能大师说，从此以后，啊，在菩提树下呀开了东山法门。为什么呢？啊，因为慧能是东山得法，啊，从无者那得。
两字两句叫辛苦受尽命是玄师啊，主事基本都是这样，辛苦受尽命是玄师，不经过辛苦啊，不付出啊巨大努力，想得法就好了。一旦你得了真法，说是这法是命是玄师。当然有啊，有佛菩萨的护佑啊，自己有智慧去处理这个事情。你处理不好啊，其实有问题，有可能传法不成功。啊，这里边讲啊，就说慧能说和史官啊，史君官僚僧尼道士同起一会啊，有数缘啊，有数累劫之缘。另外呢，也是过去生中一起啊啊供养诸佛，弘正善根，这样才一起能闻无上顿教啊之法。啊，那后边啊，这是一个一层概念，还有一层概念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前面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要珍惜，要珍惜佛法，珍惜现在学法的这些机缘条件啊，要认真学。你不学，将来啊，不见得有很好的机会啊，不行。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制啊，你们知道。包括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啊，他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古佛所说，没有自己的啊。好，六祖慧能同样也这么说啊，这个佛法呢都是先圣所传，佛传下来的，祖师传下来的，不是慧能他自己的智慧啊，大家闻的什么呢？先圣教法，所以大家学佛修行应该啊，各令静心，把自己心静下来，闻了各自处疑啊，闻佛法你自己处理的疑问、疑惑啊，佛法就算得好，自己学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成就啊，这就是佛法。这个说六祖说了，他传的这个法教化众生的过程跟过去先生做的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同样我们要明白啊，从古到今正法传播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没有区别，里边的核心意义都是一致，方法有区别，但是里边核心意义都是一样啊，就是传佛之见啊，让众生究竟得度，这是根本的含义。